拿着一把电吉他，相当投入演唱。国民长孙卢广仲唱起八年前的轻快歌曲《欧耶》，美妙转音都让人耳朵怀孕。这回担任台北跨年倒数前的表演嘉宾，卢广仲可是比平常还要认真。卢广仲不仅自己演奏电吉他，在他身后还有一群庞大乐队。原来这回为了跨年演出，卢广仲特别找来16人的管弦乐队一起表演。超大阵仗就是要歌迷们体验不同的感受。几乎所有的歌都会不一样，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么多的乐手一起在台上演出。因为以前就是我后面可能就是只有贝斯手、鼓手这样三四个人在看我，这次是那么多人看，我觉得背后凉凉的这样。Oh yeah, I'm in love.你相信吗？我就像白痴一样，在他黑眼球慢慢冒险，搭上一艘小船。今年七月才到花莲开唱的卢广仲，当时同样看中演出的他，连同音控师、灯光师等等，总共有13人同行表演。没想到这回阵容更庞大，编曲上有跟原曲不大一样，就是我们改节奏，然后加上大家看得到，就是有相当多的乐手，这是一个超级旗舰豪华版的放大的欧耶。到底跨年当天还会有多么新奇的表演要带给粉丝，卢广仲都让人好期待。三新闻总报道。